草屯疗养院为着要增加新老长辈含社区接受机会，也让民众对失智症有更加多认识。这次和南开科技大学的乐龄学习中心合作，做伙将上课 DIY 所创作作品，伫草屯电力图书馆做展出。今日举办了老一个开幕活动，有乐龄长辈唱歌跳舞，也佮有新老阿公阿嬷健康操表演等等。欢迎观众朋友前往参观因所精心安排展览。阿公阿嬷带动唱感合适成果做展腾，嘛为这边的展览来做老一个开场。这是草屯疗养院甲南开科技大学合作，带着失智症长者以及老年中心的四大人，做来展出伫课堂所学 DIY 创作。跟乐龄的一个交流，也可以显现说，我们的长辈不止说虽然失智了，可是他们的活力还有他们的一些创造力都还是很丰富的。接触到新的课程，让他们借由学习的这个过程，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快乐，更加的充实。现场展出的作品真多元，虽然不一定是做甲真完美，不过看得到老大人的用心以及合适的趣味，袂歹。系啊，有足有成就感嘞。系啊，啊手要叮当，头壳嘛爱用着，袂歹。接着这场展览，除了是分享劳动的创作，嘛希望社区民众对失智症有更加侪认识，因此现场嘛安排趣味的体验来做宣导。因为脑部的血管栓塞、脑部的中风出血、脑部的受伤，或者是病态的老化。那一旦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，应该要积极的走到户外，参加人群的活动，刺激大脑的活动。为了举办这场展览，老大人用了真长的时间来筹备，展出时间是到这个月十五号。因为民众有时间，会使到草屯电力图书馆来参观。记者林明信，草报道。